大家好，我是韩先生，今天的车间拍一下咱640的转工中心。这是咱640的转工中心，今天要发两台640的转工中心，大家看一下。640呢是咱那个最小的线轨加工中心，三轴都是直线导轨的，并且都是上营的330的滚速线轨。系统呢都是用的国产系统，是绝对值的系统。刀库是用了咱广田的刀库，16瓦的机械组的，这个换刀速度特别快，换刀速度是2秒以内。工作台尺寸呢是1000×360，行程能达到600×400，直立向是500。